Hello，可以加个好友吗？嗯，好啊。不是，我想问他的。啊？我？那我追你，你会同意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他对你很上心啊。真的很喜欢你，明天见。想我了吗？你会爱我多久？很久很久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。你为什么打？别乱看我手机。你昨晚去哪了？哎，你烦不烦？你不是让我在打游戏吗？发朋友圈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就是一个学妹而已。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以后出门能不能好好打扮？在开玩笑的，玩他闹着玩的。我们分手吧。Hello， 可以加个好友吗？不了吧。这方案还需要修改一下，大哥这边负责一下。不好意思，陈同学，电话要小心一点。我们去吃早餐呀，试试这个雷克卓兰胖子，我家天天喝。你也喜欢这个呀？这个奶粉奶香浓郁，口感香醇，真的超好喝。对啊，这叫矿泉水来着。你不是在家天天喝吗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都是我男朋友给我冲的。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啊？长什么样？给我看看。姐姐，这个文案是不是你最后负责的？发出去前都不会再检查一遍吗？老板，你有没有喝牛奶？不要，我不喜欢喝牛奶。那你不怪我，谁是我们老板女朋友，谁倒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老板，听说你最近搬家了，不是你过去做吗？改天吧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那就今晚下班大家一起来吧。你看，最近七七真的非常忙。对，我好像不是很想让他。来啊来啊，菜来了。还要饮料吗？我再去拿瓶饮料。哎，陈总，你不是不喝牛奶吗？那是我女朋友的，太。我去给你拿件衬衫。喂，侬辣盖阿里打？我现在要去八龙门白相。你家衣服挺好找的。小哥哥，陈同学，你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你在家好好养病吗？怎么还来上班？人生不给你批。谁不给你批？早上会不会对你太凶了？没关系啊，我理解的啦。记住啊，先倒入三分之一的水，再加入三分之一的奶粉，搅拌均匀，再把水加满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就自己泡啊。别看了，喝完早点睡。好。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哦，老板娘。哦。老板娘，我要辞职。老板，这个需要签字。好帅啊。那个我是今天新来的人。人事可真会挑人啊。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等一下。下次别迟到了。迟到啦，老板。我迟到都是因为谁啊？琪琪，一会儿下班我们去新开那家 KTV 唱歌呀，小蔡小鱼他们都去哦。好呀好呀，我也好久没唱歌啦。琪琪，加个班，改个脚本啊。加油吧。这么变态呀、啊、而且明天不是你生日吗？对啊，哪有我这么惨的人啊，生日还要加班。不行，明天我一定要跟他说我要辞职。老板，我要等一下，我在忙。怎么有人工作的时候还能这么帅啊？不对，琪琪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你是来辞职的好不好？好了，什么事？那个我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这是 Harry William 炫巴系列的女士手链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你不知道事情还多着呢。人事可真会挑人啊。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是怎么交到这么可爱的女生？下次别迟到了。他生气的样子可真可爱，忍不住真想逗逗他。一会儿下班我们去新开那家 KTV 唱歌呀，小蔡小鱼他们都去哦。好呀好呀，我也好久没唱歌了。琪琪，加个班，改个脚本。今天是他生日，还有啊，
送你手表的意思是希望你把时间多腾一点给我啊，还要加班啊？那我换句话说，想不想做老板娘？